Turn off the lights and baby, close the door. This is the night we've both been waiting for. To fall in love, it only needs the blink of an eye, and then you feel some kind of longing and want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我是小胖。今天非常非常激动，我们拿到了一个比较热火的、非常的非常新的新品——琉璃三哈曼卡顿又搞事了。对，很多网友就小胖去评测琉璃三，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居然是他的上一代二代，这个谁都不敢想象啊！那没有他的竞品，所以没有人跟他对比，能对比的就是二代。很多朋友手上有二代的货。老问小胖，我需不需要换三代呢？对，他的竞争对手是他的上一代，这个匪夷所思。OK， 好了，那这一代比上代有没有加强？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有，肯定有，一代更比一代强嘛，是吧？长江后浪推前浪嘛，肯定是这样。好，那聊一聊他的具体参数，参数部分是比上一代强在哪儿了啊？首先最亮眼的就是他的低频部分。从原来的115毫米变成了现在130毫米，为什么会用毫米去标呢？因为真的太小了，所以它如果说寸就太小了，像现在这个是130毫米，130相当于3.9英寸，3.9英寸，大家明白吗？所以它比上一代还是有更新的，变成了一个更大的超低单元，然后中间的这个洞没有啦，大家一直的诟病就是会掉东西进去，现在不会了。那它封闭式的，封闭式呢里面这个灯可以做得更加的漂亮。对，然后取消了一些乱七八糟没什么用的功能吧，比如说它的一个麦克风，矩阵式的麦克风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厂家发现很少有人会拿它打电话，对吧？而且它的一个串联的模式，就是很多朋友会买两个做立体声吗？这个我目前没有发现网友有说这个事儿，但是他取消了这个是好是不好，大家自己去看吧，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对吧？而且他后面有一个 3.5 的接口，可以接模拟接口听歌，也可以通过蓝牙的方式去让它播放。那我现在诟病的就是他的灯非常好看，但是呢不受控制，不受我们自己控制他的一个灯光的效果，只是他自己想怎么亮就怎么亮。然后我发现好像我平时开的这个窗户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感光元件吗？它就几乎不会亮，中间有个点会亮，旁边几乎不会亮。然后把这个窗帘拉下来，它就亮了。它可能有个感光元件在里面嘛。然后听歌的时候，它也不是随着这个节奏去律动，而是自己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这个不得而知，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的这个模式是怎样的啊？有时候就很暗，有时候就很亮，也不是说快歌它就很亮，也不是说慢歌它就一定不亮，所以这个灯光我认为如果能够可控会更加的漂亮，但是目前来说是不可控。 OK， 这就是它一个大概的参数。然后低音部分从原来的30瓦变成了现在的100瓦，那可以说提升非常非常的大，将近2-3倍的差距。那到底有多好的音质，那接下来我们技术玩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听小胖描述啊，这个很关键。 OK， 好，那首先聊一聊它这个单元大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总体而言整个声音的这种从容度好很多了，也就是说原来诟病的琉璃是两头翘，高音又太刺了，低音又超低，然后中间没有一个衔接，也就是中频单元它没有，所以会导致年轻人听起来，当然比较爽的感觉就是低音很高级，然后高频呢比较刺耳朵，也是一种比较爽的感觉。然后这一代整体升级了以后，因为它超低的单元变大了，所以它可以负责一部分，一小部分中低音单元的那个频段，那你整体听起来，哎，中音不是那么弱了，中音不是那么弱的状态下，你听歌会觉得，比原来二代要软一些了，听歌的感觉啊，懒一点，软一点了，总体的从容度会好一些。但是低频部分你觉得没那么极致了，对，这个是好是不好，大家自己去权衡。当然它的低频下限
现在是45赫兹，啊，曾经是50赫兹，曾经的下限没有那么深，但现在的下限深了。但是你总体感觉，低音的这种强调感，整个音箱的这个调性没有原来那么明显了，而是更加的高级了，就是更加往这些更 Hi-Fi 的这种路线去。当然这个音箱本身不定位 Hi-Fi 啊，但是整体我听到这个声音是比较平和一些了，比上一代，我们只是比它的上一代更平和一些了，低音不是那么的极致了。那么你听一些人声部分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中音出来一些了，出来一些了，然后中高频的这个衔接也随着它超低的变大，会觉得衔接的部分好一些。原来唱女声的时候比较扁，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意思扁。比如说南泥湾这首歌啊，来到了南泥湾，处处是江南，然后它就会变成来到了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它的中频就没有了，对，没有了。那现在哎又回来一点了，当然回来一点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觉得低音没有那么极致了，反而你觉得这一款的低音不如二代，但是整体的音乐性好很多。然后这一代的这个立体声的感觉我觉得更加的明显，都说它是360度，那么我不知道大家买，如果买这个音箱会不会放在中间的位置，就是你听歌的时候放在中间这个位置，如果你放在中间你会非常的明显感觉到两边的延展性，也就是说如果左边打鼓你会听到左边打鼓，你如果右边打鼓你会听到右边打鼓。它可能也是通过一个运算，它是这边有三个单元，那边有三个单元，那这边的单元打到这边的墙上然后反射过来，你就听到好像哎真的是这边有音箱那边有音箱的感觉。立体声的延展性有点回音壁的算法，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你能把它放在中间，你能听到立体声的这种感觉，特别是那个歌如果立体声的效果比较大比较多的话，那你听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人声部分的饱满度增加了以后，那中间的结像会好很多，就是你把它放在中间的状态下，你不放中间那就没办法了啊。如果放中间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声始终保持在中间，然后乐器慢慢的往两边延展，那也就是说这个音箱随着低音单元的变大，它的整个声场会大很多。对，我们整体听上去就是如果放在这儿，人声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对，往后一点，然后乐器往两边延展，这个都是得益于它的一个低音单元变大了。当然如果听电音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有一点遗憾，它的低频真的没有曾经那么明显了。对，然后它整体的这种压缩性，我们一直都在说压缩，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理解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低音不是很强的一个单元，通过压缩可以让低音变多，其实强不强你压缩了以后变多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低音挺强的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假象。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不可取，那你在有限的体积之内你一定要去做压缩，那低音才会感觉很多。对，像这样大箱子它不需要做压线，那做了压线有好有不好，做了压线就会觉得声音很紧很实，但是呢音乐的这种松散这种软度就没有了。大箱呢没有做压线，软度是有了，但是低频的那种紧实度它又没有了。对，这个就是两边取。那所以这一款的三代要比二代的这种压缩性它放开了一些，你就觉得这个低音顿时就高级了一些。对，特别是听一些流行音乐的那些低频部分的时候会觉得没有那么拱多，没有那么多，本身单元就变大了，它不需要那么去强调就是我小体积大能量啊，它就释放了一些。当然理论上来说它还是那么小，它是没有这么大箱子那么大，但是在有限的体积之内我觉得它已经目前来说啊做到极致了。对， OK， 那就是今天给大家聊的整体的这款音箱的听感，人声乐器都比原来更高级了，仅此是超低部分我觉得没有那么极致，别的方面都远远超过二代。对，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声场各方面都 OK。 好，那就是这一期小胖跟大家唠叨说的来自哈曼卡顿的琉璃三刚出的一款产品，非常的热，记住
在我们的 B 站和微博三连赞，记住三连赞，感谢大家，你们的支持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感谢。优酷腾讯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记住给我们留言，下期再见，拜拜。